卖开，啊，哪有开啦？但拄仔迄个开一拍无开，甲一凉，无开。大家观看本期节目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地藏经相关内容。在正文开始之前，请大家点点订阅和点赞按钮，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地藏菩萨本愿经，也就是地藏经，是佛经中的孝经。佛在刀立天为母说法，集结无量无边诸佛菩萨，天龙八部前来一同赞叹地藏菩萨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的无尽悲愿。法会之殊胜是所有大藏经法会所无法相比的。虽然说地藏经是佛经中唯一一部分不需要加注释的经典，不过我们如果真的要读懂地藏经的话，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因为只是看字面不知道表法和术语，很容易会回忆错。假如对最基础的因果轮回的鉴定都极其排斥的话，看佛经。